诸位同学，大家好。上官同学，学习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以及护法菩萨们，大家好。大惭愧弟子上官今天恭敬报告的主题是来佛三圣堪比国清三隐。师父上人，您在大经科注第40集中跟大家分享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祈祷愚人，感化恶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觉醒迷人，简单文字见真理，十句就是十善业，觉醒迷人靠教学，劝念弥陀求往生。这段话也令惭愧弟子想起了寒山与拾得的忍耐歌。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细细体味寒山拾得和风干和尚的故事，其意味深长，正如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来佛三圣佛门榜样。今佛古佛应化世间，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留丝毫作痕迹，让后人体会无穷无尽义理。如来慈悲悯怜最苦末法众生，时时处处在我身边，只是凡夫有眼无珠，只是虚妄不是真，光阴流水才醒悟，昔日圣贤在身边，不曾敬仰不曾学。也让弟子汗颜自己的恭敬心比起来佛三圣是多么逊色。弟子写了下面的话：感恩古佛为我示现，感恩师父上人为我导师，感恩一切众生为我表法，愿与一切众生此生共赴极乐海会圣贤。天台国清有三隐，寒山拾得风干湿，南阳来佛有三圣，庆功贤公与慈母，起手文书寒山子，生前疯癫一痴僧，
身后流失三百计，字字句句见真理。贤公慈母化春风，仿如达摩人间戏，潇洒一句归西去，成就只在心专一。南无普贤识得事，凡夫只见玩消事。言行怪诞惹人气，方知烦恼即菩提。隐忍百年海贤师，唯等印证会集本。修行只在生活里，一句弥陀回常寂。风干不露真足迹，劝导世人离名利。庆功念佛得一心，留下金刚不坏体。六道茫茫淫欲迷，三界众生为缘起。凡情尘劳障碍己，不是古佛不是体。老实念佛真实力，极乐净土真实际。斋公斋婆是人比，不知念佛见佛智。无须迷惑无须疑，弥陀本在无心地。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观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大惭愧弟子上观顶礼感恩，2014年4月29日。其他的没有啊？有现场。有人。我们对于上观同学认真学习，很难得，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学佛，古今中外，决定离不开真干。真干的根基啊，的基础就在放下。真放下，才得真受用。所有学佛不得受用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地方啊，舍不得放下啊，所以我们要把真干这两个字要放在真放下，他才能做到啊。我们处在今天的社会，比起过清寺的那三位菩萨了，文殊普贤风干是阿弥陀佛才来的啊，佛菩萨，我们今天的环境比那个时候，我想至少啊超过百倍，这是真的。那个时候是什么环境？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环境？啊，他们那个时代有讲经的，有讲道的，有讲学的，儒释道三家鼎盛。啊，只是讲的人多，
听的人多，也能够蔚为风起啊，这社会风气良好啊。啊，今天不但没有讲的人，偶尔有几个讲的人，那个反对的声音比讲的声音大得多啊。啊，古时候讲的人，讲的人没有人反对呀，啊，只是有人摇头，他不说话。啊，现在是大神几乎啊恨不得把传统这些东西消灭干净。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想到是德。教我们忍让，那个时候都需要忍让，何况现在这个时代。这现在不忍让行吗？不忍让就不能存在啊！啊，要想留在这个世间呢，一定要忍，一定要让。啊，对于世人所作所为，真的要忧他，要避他，要耐他，还要敬他。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两个时代比较，哪个时代好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没有一定的好坏，是非善恶在人心。如果你心地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个时代修行比寒山时代那个时候好啊？为什么呢？这个环境不能忍能忍，不能让能让，忍让的功夫超过他们百倍。那换句话说，大幅度的提升呢？啊，他们都是没这个机会啊，这是有啊，跟他们相比百倍的提升。可是问题呢，要是提升不起来就是堕落，堕落也是比他们一百分的堕落啊。今天堕落决定是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里面受的苦难也不是电法啊，受苦的状况与起心动念有关系啊，这就是现在人所谓作用与反作用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生活在先前时代，对古时候羡不羡慕？不羡慕。对于现在有没有感到遗憾？没有遗憾。现在这个环境修行比古时候好，为什么？提升得快啊！一定要想到堕落要快啊，大神大将
就是大起大落。我们是要大起还是要大落？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明白道理，明白事实真相，那就知道我们的际遇也是无量劫来稀有因缘。啊，成功失败完全是不是真感。啊，决定要放下。放下什么？从根本上放下，那就是放下起心动念，这是一切法的大根大本。起心动念没有了，就回归常寂光了。啊，那就能大彻大悟。那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够大彻大悟？不要说大彻大悟，大悟乃至于小悟都没有了。什么原因？就是在不肯放下。啊，起心动念，说实在话，我们想放下也做不到，境界太微细了，我们的心太粗了，叫粗心大意。啊，起心动念就在眼前，我们就没有感受，没有感受怎么放？那不得已而求其次，次是分别。我们有感受，起心动念没感受，分别有感受，而感受最明显、最严重的，无过于执着。啊，执着是最明显的，最粗的烦恼，啊，粗细的粗。起心动念是最微细的，啊，分别是最普遍的，执着是最粗最重。啊，从哪里下手？要从这下手。功夫在真的里，啊，那能不能放下？关键在看破，就是看破的意思，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有认知，有了解。啊，真相是什么？大乘教里面常说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闲公老和尚告诉我，什么都是假的，意思就是他什么都放下了。那他知道《楞伽经》上有两句话更有味道。啊，佛说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叫自性现量，不断之无，很有味道啊。啊，无
不断之无啊，我们讲那个无，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个字变成一个字，无，无怎么样？它不断呢、啊。啊，就是这个妄念的幻象啊，啊，假象，前面灭了，后头接着了，它不断，一个一个接着的。啊，这种现象，大乘经上佛说的好，叫相似相续。你才知道是假的，啊，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面一个相跟后面相相同。那真的叫相续，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啊，什么个现象呢？我们讲大同小异，错了。实际上是不是大同小异，是大异小同。我们看到一个身体，哎，大同小异，前年跟后年差不多。你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啊，每一念出现的这个画面境界上是全宇宙，全宇宙里头差别就太大了。我们感受到同了，这身体从这个小最小最小的一个小细胞人看好像是同啊，你看全面不同啊，所以不断之无啊，这一句话讲的有味道啊，从哪里来的？自心限量，那个自心是真如，是自心，是从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没有例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没有说，十八土除外，没讲这个话。啊，没讲这个话，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包括在其中。所以十报图，报身报图，我们叫一真法界。为什么呢？报身报图是唯心所现，没有识别。啊，识变就是生灭法。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能变的阿赖耶是生灭法。阿赖耶所变一切境界统统是生灭法。啊，体用是一，不是二。阿赖耶是妄性，就是本性迷失之后产生的一种作用。啊，阿赖耶的本体是真如自性，在觉就称自性，在迷就叫阿赖耶。阿赖耶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藏识，藏就是收藏，啊，就好像是仓库一样。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有的这些档案，全在这里头。
一样都不少，假的不是真的。如果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藏识里的所有落懈的影响全没有了。如果没能转识成智，这些资料无量劫都不会消失，就是一念大觉之后全没有了，连阿赖耶体都没有了，阿赖耶的作用怎么会存在？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佛教我们叫什么？无非是转识成智而已啊，没有别的。怎么转识成智？放下就是。全在放下这两个字。大乘里的叫止观，放就是止。儒家也讲，知止而后有定，定是三昧。定而后能静。静而后才能得。得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最后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中国圣人我年轻时候初学佛，感觉到他们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决定不是凡夫。那么今天整个世界动乱，根本原因在哪里？被外物或者是万物所迷了，严重迷失在财色名利之中，迷在七情五欲之中，不知道这些全是假的。所以中国老祖宗教我从哪里下手？格物。今天所有一切灾难的根源，不知道格物，被物迷了，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在自己身感得一身的病痛，环境带来无穷的灾难，不知道格物啊。那么我们要解决问题，从哪里下手？从格物。这个格是格斗啊，像打仗一样啊。给谁打？给物欲打，就是跟那个贪心打。贪是烦恼的根，贪不到才成恨。如果一切都满意，他就不成恨了。为什么有贪有怨恨？那就是迷呀，迷就是痴迷呀，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佛菩萨圣贤来教他，他也没听懂。为什么听不懂？贪嗔痴是障碍。
贪嗔痴轻一分，你懂得一分；贪嗔痴轻个十分，你懂得十分。于是，东方而圣者教学的理念呢，就明显了，我们就能理解了。啊，他不是叫你多读，不是叫你广学多闻，他是叫你把贪嗔痴服下来。啊，他从定下手，全部的功力都是用在定。为什么？定是枢纽。啊，得不到定的人，他有戒，戒就能规范我们的思想行为，就能叫社会安定，叫世界和平。啊，那么定讲求的就是求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全教三乘。啊，天台别教里头是住实心、实回向、清净心。提升到平等心，那是大乘，别叫十地菩萨。啊，原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的心是平等，平等的没有动摇。从戒禁自性本定到圆满自性本定，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哪个法门最好呢？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人吃甜的好，有人吃辣的好，各个人口味不同啊，都满足你的欲望了啊，这是相同的啊，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你的养分啊，所以它的方向是一个，它的目标是一个。啊，那么这个法门是不是只限于佛教的？不是，即使讲八万四千，也不是限于佛教，何况说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就包括啊，是这个世间所有族群的古圣先贤，所有宗教，全包括在其中。平等的佛法真的是讲得圆满了，讲得究竟了。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有分别有执着有局限，他不能圆满啊！为什么？他有同，他有异。佛教里的有同，没有异。啊，这个东西越学越有味。怎么学？放下，越放下越有味。天天要放下，月月要放下，放下就有进步啊！好比我们上楼
放下下面一个台阶，我就升一个台阶。你要不肯放下，原地踏步。啊，学的再多，升不上去。啊，现在大家喜欢赚钱，喜欢要钱，同样个道理，你要不放下，你就不会增长。你今天把你财富统统放下了，哎呦，明天涨了，高了，啊，步步高升。这是正当获得的，不是非法获得的。非法获得的是，他往下坠。啊，正常获得的往下提升。再举一个例子，不要不是没有啊，它越来越多啊，多到怎么样？多到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啊，自己生活受用一定非常简单，日食三餐，夜眠六尺。啊，饮食起居都能够适度，不越分，身心健康。健康长寿啊。啊，只要是过分了，对健康都有损害。对万物都有过失，对万物过失就招惹天灾人祸，对自己过分带来的是疾病、烦恼、痛苦。人活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烦恼，没有痛苦，你说你多自在。这就是真正的幸福啊！开智慧不生烦恼啊。那么师德所说的这些话，是个修行人非常正常的身心状态，放不放在心上呢？不放在心上，心上还有我能忍呢、啊，我能让啊，那怎么样？着了相了，是忍了，是让了，着相了，反复六道反复的德行，如果。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通通不着相，这是信德，自心本有，啊，自然现前，没起心动念的，这才得大自在啊，这才生大智慧呀。现大神通，啊，能够从经典里面稍有误入，这是进步。这个误入不会间断，
不能遍遍有，会常常有。一个星期不一定有几次，一个月、一年，心地越清净，悟处越明显，越悟越深，越悟越广。修行就是快乐人生，修行就是幸福生活，它真路与世间地位没关系，权势没关系，贫富没关系，来佛寺的三圣为我们表演的非常圆满了，让我们看到听到生欢喜心生敬仰的心，进一步要像他一样落实落实在自己本分工作之中，还有没有？请陈静宇老师发言。尊敬的师父上人早上好。那个弟子写了一份心得因为没来得及发过布在这里跟师父上人汇报题目是毕竟成就了应佛自尊。尊敬的师父上人阿弥陀佛，惭愧弟子静瑜自3月25日从第11集开始参加学习班的课程以来，已一月有余，在听课的过程中有很多体会和心得，但总因自己的懒散懈怠傲慢自大而没有写下来，恳请师父慈悲原谅。弟子在30岁的时候接触恩师的光碟和书籍，至今已12年了。从5年前走入传统化论坛，到今天走入这个丰盛无比的学习班，弟子才真正觉得期间所遭遇的一切磨难都是那么的值得。2013年是弟子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遭遇了很多考验，面对身边无端的指责、诽谤还有羞辱，面对从未曾想过会遇到的磨难，自己甚至怀疑2012年自己发心办清明祭祖法会乃至办6月大行劫法会是不是错了，自己发心护持正法护持无量寿经法脉是不是错了，自己还要不要学佛，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家自修才好。就在弟子最难过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传来恩师您的口讯，嘱咐弟子不要退心，要对正法有信心。弟子在痛哭不流涕的时候无比感恩恩师的慈悲，平静心情后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师父每日讲经反复的叮咛嘱咐，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一个方向求生净土，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平日的听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于是弟子在2013年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发愿一生每日坚持念3万佛号，每天读诵3部无量寿经。虽然一开始非常艰难，
但就是这种种逆境，让弟子把这门功课整整坚持一年下来，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效果，身边的境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慢慢体会到了什么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弟子深深惊叹这句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正如经中所言，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甚深秘密，殊胜微妙，无上功德。所以者何？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菩萨、声闻、阿罗汉、一切诸经、陀罗尼神咒和无量行法，是故彼佛名号即是为无上真实至极大乘之法，即是为无上殊胜清净了义妙行，即是为无上最胜微妙陀罗尼，正是八万四千法门字字全收。回首过往的一年，正是一个个逆境成就了弟子坚定念佛的信心，平时最少三万最多五万六万佛号，也成就了弟子对往生极乐的巨大信心，也成就了弟子要报佛恩、报师恩、报父母恩、报众生恩的坚定信念。正如偶遇大师赞叹宝王三昧直指中的十大爱行，弟子学习后非常受用，也愿意同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条。第一，处事不求无难，事无难则骄奢必起，骄奢起必欺压一切，体难本忘，难以牺牲，以患难为解脱。二，力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事愿不坚，愿不坚必为未正未正，究魔无根，魔何能扰。三，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志存轻慢，志轻慢必称我有能，成事随业，事不由能，以事慢为安乐。四，背义不求深明，义深明则人我未忘，纯人我必怨恨滋生，忍逆为谦，义我何伤，以受益为行人。这十大行，这十大爱行，在弟子这一年来给了弟子很大的鼓励。以上为惭愧弟子静瑜的心得报告，非常的粗浅，恳请尊敬的恩师上人、诸位法师大德、诸位老师护法居士慈悲指正，惭愧凡愚弟子敬礼，敬于顶礼敬诚，感恩师父。我们听了静瑜同学的报告，我们欢喜看到每一个人在学习当中确实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啊，只要功夫不间断，对自己有信心啊，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信本心本善啊，要信本来是佛啊，那么这个是在外国所没有的
啊，我记得是2007年，我们在巴黎办活动的时候，是2006年，啊，第二年。剑桥大学麦大为教授好像是那一次他到庐江去访问，住了4天，回到香港的时候来看我，我们2次见面谈了6个小时，啊，那是欧洲的汉学家，啊，他来找我，从庐江看了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信心，啊，希望剑桥能有这门课程，啊，来找我。劝我到伦敦呢办个学院，学院名称他都想好了，叫大乘佛学，啊，要我去，啊，这个学院呢属于剑桥大学的，那么英国的学制它是大概剑桥跟牛津的差不多将近50个学院组成一个大学，啊，那么剑桥在全世界大学里面排名3，我很感谢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的教育的理念跟方法不一样，他说那你有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他一听说老祖宗他耳朵就竖起来了，哪一部经典里面说的，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三字经读过吧，他会背，三字经他会背诵，我说三字经前面的8句就是老祖宗对于后人教学的基本概念，他那么熟他都没发现，他带着怀疑的眼睛看着我，我就告诉他办教育第一个信念就是要相信人性本善，那所以我跟他讲这人性本善这一句话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前中国古人就说过了，啊，不是从佛教传过来的，但是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跟这个非常接近，那就是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什么叫至善，成佛至善呢，本来是佛是至善呢，人修行成佛就回归自本善呢，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楞严经》说的。啊，圆满菩提有什么得到？没有，回归自信而已。我们违背了自信，先回头，完全回归叫成佛。啊，成佛，你智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相好圆满了，那个圆满是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所以你一无所得。啊，把性德圆满恢复而已。我们要承认一句，承认这一句呢，我们的心态就会对于所有众生平等看待。设法界一真庄严不相同，一切众生根性不一样，那是什么原因？迷失自信，有浅深不相同，有广狭不相同，是这个造成的。啊，不是真正有咸鱼不消之分，不是的，是你迷的程度，从这分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教育就很重要了。啊，教育要把我们的迷失化解，把我们的心得恢复，这也叫教育。学生不能接受，学生不听话，把他开除掉，这是教育的失败。啊，成功的教育是能把愚变成智慧，把不孝变成贤惠，这个叫教育的成功。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行有不得，求助于己，问题不在对方，在自己。啊，学生学不好，是我没把他教好，不是他不好，他本来是佛。那么像这些概念在西方教育都没有啊。啊，怎么个教法？三字经上说教之道贵以专，那现在完全相悖了。现在应该从小孩幼稚园就学好多项目，啊，做父母的不同，因为我小孩学的很多，啊，多才多艺，啊，他不知道，这种多才多艺保持不了长时间，不会长时间，啊，年龄随着长了，他随着就消失了，不能保持啊！为什么？从外面学来的，啊，社会。日新月异，花样越多，永远学不尽，永远学不完，学不完了。而且怎么都是皮毛，你没有深入，没有深度，没有广度。啊，应该怎么样？教之道贵以专，这个大家都熟了。一门深入，像种树一样。好好栽培他的根本，到他长大之后，那个枝叶就遍布开花结果。啊，照顾好根本，根本是叶。啊，你要把这树倒过来的时候，先迁就叫他的时候，千枝万叶根本没有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他怎么能活下去啊？啊，你看中国教同盟把最高的
我们希望的究竟的果德，在教科书上第一句就给你写上，告诉小孩我们一生追求什么，我们要什么，要本善。啊，大学上讲的很清楚，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啊，那方法就是读诵啊，背诵啊，不求解义。你没有开悟，你所求的解的这个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妄念，不是圣贤人的。为什么圣贤人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意思？他是从自信里的自然流出来的，没有通过思考，通过思考他就落在第七识，落在第六识，落在第六识的分别，落在第七识的执着。那是什么？那是六道众生的智慧啊，是叫不能智慧，说智慧知识，六道轮回众生的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原理，真正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现起来的。啊，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第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你细细去观察，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才开始教学，教了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跟谁学的？什么人教的华严？什么人教的法华？什么人教的般若？没人教啊。啊，怎么能说得出来？所有经论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只要见性，啊，别人一问，自然流出来了，没有经过思考。经过思考不是智慧，智慧没思考。啊，经过思考就是通过心意识。啊，不经过思考，不要经过吸收心意识，直接从自性里头流出来。啊，他讲完了，你问他。你讲的什么？不知道啊。啊，彻悟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大悟小悟的境界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曾经经历过。啊，皆大完了，啊，听众皆大欢喜，啊，再问你，叫你再讲一遍，讲不出来。讲经教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嗯，他在讲经之前备课，预备了很多，费了很多时间，可能这堂课从头到尾讲下来，预备东西没用上。啊，不知道怎么讲出来的，哎，自己也感觉到很满意。于是我们就真的明白了，
字字句句有无量意，你怎么学？不学到时候它就冒出来了，学了呢反而产生障碍，只有这一个孔冒出来，其他都冒不出来了。那随中国教学的理论一门深入啊，深入是什么？就是读诵。要不要讲意思？不能讲，讲了一个意思，它有无量意，你讲哪一个？应用的时候讲一个，对症下药啊，你们看《论语》，夫子讲孝，讲仁，每一个学生问他，讲的都不一样，那就是无量意啊，其妻啊，啊，夫子对家讲的其他的妻，对义讲其义的妻，啊，应机说法了，夫子有没有想过？没有考虑。自然流出来的啊，所以佛经没有意思叫无量意，有意思死在一门啊，所以这经的书注解自古至今几十种之多。早年我在台中学楞严，我查楞严经参考资料，将近100种啊。我们学经要不要参考这个东西？一参考变成知识。你所学的楞严经是古大的国家的见解。那学这种全常识能不能应机？不能应机。现在人得的病跟著作人那个时代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参考资料不能看实在放不下，老师告诉我们，选一种。一门深入。那最好的，你如果真正听话的，就不要看。不要看什么？读诵，读诵是修定。目的在此地。啊，定能开智慧，开智慧就是开悟啊，所谓其义自见啊，豁然这个经的意思全出来了，叫悟出啊。啊，讲经的时候看看下面坐的大众，那什么观其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啊，种种说法，哎，他就其听众的其。换一个场合讲法就不一样了，不是自己预备的，不是我想怎样，不是的，全部都是自然流露。自己不操一点心啊，自己要去想，就落在分别执着里头啊，根本不要想啊。啊，那个备课是什么？备课是修自己修定的，修戒定慧。
啊，纵然用古大德著书，也是修戒定慧啊。临场的时候自然流露啊，真诚心，利益一切众生心，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给他做个增上缘而已，他所体会领略的是他自性智慧往外露。所以法法是活的，活活泼泼，没有一法是死的。啊，那么悟后你再看古今各种不同的著述，一看就明了啊，而且看能看得出这个注解的人对这部经他所起入的深度广度你都能看出来啊，要不要随顺他的讲法呢？不一定，可以随顺，也可以不随顺。啊，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何学何用？”啊，大臣确实是何学何用。中国古圣先贤上乘的。也是何学何用啊，都从戒定慧上扎根啊，戒定慧三学讲得太妙了，那么简单直接问道啊，戒就是规矩，守规矩啊，基本的这个戒律是做人的规矩啊，中国古人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戒律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根本戒啊，大乘的戒律是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第一条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下面又修十善业啊，这是每一个人到世间来都必须遵守的规矩啊，我们称得做普世的教育，普世普遍，世间人人都要学习啊。那么这个普世教育，你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都说到啊，宗教要互相学习，矛盾就化解了。大家讲的是一样啊，从这个基础上建立佛法，三规五戒是善啊，敬业三福第二句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我们特别加一个沙弥律仪，为什么？现在人把礼丢掉了，不学礼了。啊，沙弥律仪里头有
24门威仪属于礼节。啊，第三条，这正式进入大乘，进入大乘头一个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求成佛之心，成佛之心就是度众生之心。啊，为度众生，那就要断烦恼，就要学法门。啊，法门一定安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开了，这才管用。这个东西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与有学无学不相干。智慧一开，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无论他学过没有学过，你问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像祖师大德一样。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自信心。真正发菩提心，把身心生命都交给佛菩萨。我们跟佛菩萨同心同德。就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啊，自自然然一帆风顺，决定不为自己。为什么？佛菩萨度是一，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为一切众生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错了啊，心量太小了。啊，法身，整个法界是一体，叫法身。不但一切人跟我是一体，我知道他不知道，我承认他不承认，那怎么办呢？他随顺，他在迷随顺迷，他是我的随顺的我，我们在随身里面用善巧方便帮助他，引导他，做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不能舍弃他了，舍弃是错误。所以佛度有缘人呐，跟我见面就有缘，文明也文也有缘，啊，缘由前生不一样，啊，但是只要有机会，那就是平等的。诚心诚意去帮助他。啊，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这里头特别的要留意，能够集成大法的人，那为什么有人集成，佛法不会灭亡？不能说我这时很兴旺，我以后就完了，这叫大不孝啊！无后为大了，我们要有后啊！啊，所以要知道培养积极的人才啊，这是无量功德。自己做的再辉煌，死了之后就完了，断绝了，这大不小。他一生所作所为等于零，那么办学很重要啊，办学两个意思，一个是培养接班人，这个意义深长；一个是帮助现前社会的啊，这个对现在有利益啊，应付这个时代，帮助这个时代化解冲突。带领大家真正能回归到和睦和谐盛世啊，这是一代啊，更重要深层的，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这就叫真实的功德啊！所以对于经教所说的理论要不透彻，往往会被眼前财色名利迷了，迷了的时候你所作所为就有限了。啊，那么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就错了。啊，遇到净宗，那说老实话，一定要把往生极乐世界、信愿持名摆在第一位。啊，我这一生做得不圆满没关系，我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再回来再走。啊，到极乐世界证得无上菩提，所以道家慈航再来不迟啊。啊，不管缘有没有缘，都要把这个摆在第一，然后才真正做到这一生当中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日子好过啊！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可以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没有利害冲突，人就好处了。啊，人之间麻烦就是相争的，这个麻烦呢，啊，不争，你争的都给你。像海贤老和尚，一生与人无争，他那个小破庙给人，人都不要，
就嫌弃他。啊，他的工作农耕开荒，没有人给他享受，土地是没有主的，啊，山野荒地他就开荒。啊，你看，种植的成果，啊，粮食、蔬菜、水果很多啊，分给贫穷人家，不是啊。真正不是啊。财法无为三种布施都具足啊。啊，这些地方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明了，要学习。啊，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都要做出圆满布施。啊，事做得很圆满，众生都能得利益，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世界和平，好事。啊，自己不要把名闻利养放进去，有这个东西就有障碍。啊，你不争他争，你不要他要，啊，不争他还要防止你，他怀疑你会争。啊，如何做的没有人怀疑，啊，那我们的教学就有一个方法，用现在高科技才能普及，那就是大量做光碟，光碟做有声书。啊，我们讲这部经，把它录像，录像画面上没有人，画面上是经文文字，全是文字，有声音，有文字。没有这面孔啊，人家跟你学的时候不认识你，这大家放心了。啊，这个好啊。啊，这样做法喜欢你的人很欢喜，不喜欢的人也很欢喜，皆大欢喜。啊，光碟的教学利益很多，啊，人到别人国家政府，他可以先审查，啊，他们领导人一看这好东西，他就可以在全国推动，啊，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他就推动。啊，他们做主办单位，啊，来推动，名闻利养他要啊，我们不要啊，啊，真正肯舍己为人。这个事情不难，舍己为人最快乐。啊，真的，小业障，增福慧呀！凡夫的麻烦，起心动念，没有把自己忘掉。啊，归根结底，
还是把这个身体看成是自己。所以大小乘佛法第一道门槛就是破身见。你看五种见惑里的第一个身见，要知道身不是自己，把身当作自己，这就是六道轮回的根。他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把身认为是自己，一定要知道身不是自己。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错误观念首先放下，真正放下真虚脱顽固啊，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入门了。这个东西没有放下，没入门，在门外啊。啊，佛的学生没入门的学生，旁听生，不是正式学生啊。正式学生要放下五种错误的见解，啊，那我们就知道虚脱环的清净心，他的清净心比不上上面的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比不上他们。六道里面的凡夫他超越了啊，六道的凡夫没有他清净啊，清净必须还要向上提升。提到什么时候真正圆满的清净心？见性，见性之后清净心圆满了，平等心得到了，平等心现前，这个时候就觉了，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觉了啊，就什么觉就成佛啊。大乘经上常讲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有能力在教化众生的事先成佛，八相成道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那么圆教初住以上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这个等级。是极乐世界多好啊，多快速啊！啊，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能力就有了。换一句话说，就有能力为一切众生现种种不同的身，他想见什么身就现什么身。的确，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这个世界随缘度日，
在随缘度日里头懂得修行，懂得修行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懂得我们这个境界是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教导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是有生有灭，就是一切万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不值得留念。决定不能占有，决定不能控制，啊，不但不能控制，最好连分别执着这个念头都没有啊，真正的自在啊，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跟海鲜一个境界决定的神呢，没有怀疑，没有忧郁啊，世间名闻利养，你想求未必求得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求得到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方向目标啊，决定不变。还有没有同学？没了。这个法师给他一个，对，这是今天，等一下我们开会。请华藏净宗学会发言。台北的道士呢，是吧？嗯，哦，尊敬的师父上人，好，听清楚了，好，听清楚了。因为这个麦克风啊，这个接过来没有声音。哦，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尊敬的师父上人以及诸位法师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弟子悟道啊，第一次啊参加这个网上啊直播的学习啊，因为平时忙于应付法会啊，那么今天有这么一个空档啊，很难得来
跟大家一起学习。那首先跟师父以及大家报告啊，新加坡有十位同修来双修参加三十系列啊，现在也在现场啊，请大家起来跟岛上微信啊，大家过来这里。好，大家再可以啊。好，大家向我们岛上微信哈，微信啊，微信。大家好。大家好。那么还有一件事跟师父报告，这个昨天中午啊，我们那个澳洲净宗协会前总干事啊，邱清松居士啊，那么还有那个金立旺啊，黄树芳居士啊，黄文伟居士啊，我们昨天中午啊，他请悟道去跟他们聚餐哦。那么金立旺啊，向师父问好，谢谢啊。那么他现在在台北啊，巴黎啊，很巧合的跟邱居士啊买房子，买在同一栋大楼哦，啊，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在电梯碰到，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啊，所以昨天中午有这么一个聚餐。他们回到台湾了。对，他们在，他现在在台湾。那金立旺也住在台湾了。对，他在台北巴黎有买一个房子，跟邱金松同一栋大楼。欢迎。哎，那么他也在聚餐当中啊，不断提到啊，很关怀师父老人家啊。这个他向师父问候啊。那么另外我问候他们啊，是好好。那么我们悟道就被带师父啊给他们转达。对，好，问候大家好啊。另外澳门啊，有一个王居士，上一次师父回来台湾啊，他也有来拜见师父，他在澳门那个小学啊，他很热心的要请老师啊去那个澳门的小学啊教这个传统文化的课程。那么他在请示啊，是不是我们文化中心可以有老师，等一下也会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向师父报告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老师可以？好事情啊。去上课啊，都是好事情。是。嗯，那这个他说11点前要到，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到啊。这个、哦、等一下悟道再跟他回报一下。好，这个印度尼西亚了，他们教育部有个官员到香港来访问，告诉我。他们准备今年7月开始全国中小学都要上弟子规的课。哦。哦，这个非常难得。是。哎，我们没想到，真是好事情。是。嗯。啊，我们随喜功德啊。那么这个因为今天时间也快到了。那么师父有什么开示啊是不是可以给新加坡同修做一两分钟的简短开示啊？我们刚才这边所说的都能听到吧？都能听到，就是声音有时候会中断。声音中断都会大概两三分钟这样。哦，两三分也很长了。中断的
次数也多一点。哦，影像看得到，影像的画面呢、啊，都看得清楚。哦，那么只有声音方面呢、啊、被中断。重要的是劝大家要认真念佛。是。哎，认念佛，啊，这个要跟这个海贤老和尚学习。啊，我劝导大家了，每天把他的光碟能看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下来呀、啊，就能够入境界。要把他这个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确实无量寿经所说的理论四项海贤老和尚一生当中都做出来了。啊，这是我们真正最好的榜样。看多了越看越欢喜，越体会越契入。啊，这是在这个时代修净土无比殊胜的榜样，应当努力向他学习。啊，这个我在下个月访问印尼，在印尼大概10天，然后新加坡有3天，啊，再回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大概有1个星期，啊，然后再回到香港，啊，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同学。好，谢谢大家。感谢师父慈悲开示。好，时间到了。我们向师父问讯。